你怕麻烦吗？不怕。那麻烦你跟我在一起。那你怕麻烦吗？我也不怕。那麻烦你离开。妈，拍照好不好？好啊。好啊。我买了个饮料给你喝啊，真的、哦？可是我现在不渴哎，阿爸给你喝好了。阿爸给你喝好了，应该很饿吧？那你上你双节，我甘愿陪你骗。你怕麻烦吗？不怕。那麻烦你跟我在一起。那你怕麻烦吗？我也不怕。那麻烦你离开。那麻烦你离开。上你双节。我同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来做一个街访。请问你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？五十元的槟榔，潮州土狗的。好，谢谢同学。狗杂锅的槟榔加上小米切咯，原住民 A 三猪就是狗狗咯。哎，那个同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来做一个街访。请问你现在听什么歌？我听的赵婷娜的《早上好中国》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来做一个街访。请问你最近喜欢听的歌是什么？太闽南的。闽南的槟榔，槟榔酸，槟榔酸的那个槟榔嫩。槟榔嫩了才槟榔酸，槟榔酸了才槟榔嫩。我不没嫩，但不讲我嫩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来做一个街访。请问你最近喜欢听的歌是什么？我最近听的是那个五十元的槟榔，潮州土狗的。好，谢谢同学。早上好，中国！现在我有冰淇淋，我很喜欢冰淇淋，但是速度与激情中，冰淇淋，速度与激情，速度与激情中，我非常喜欢。所以现在是音乐时间，准备，一二三，两个礼拜以后，速度与激情中，两个礼拜以后，速度与激情中。两个礼拜以后，属于激情九，不要忘记去电影院看《速度与激情九》，因为非常好电影，动作非常好，差不多一样。冰淇淋，再见。从这边到那边，一共五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出什么呢？大门，六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。哎，阿香，你刚刚有看到那个衣架吗？你不在那边吧？按几步？一个五步。没，叫这没，一个五步，没。那再喝不了。喝不。在那边，一共五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